索取你的批评，我正在慢的抓着未来，我在骂你，我赚了很多 money， 要来养活哈尼，怕是未来我的存款有很多美金，我的创意随便学不会，朱先生掉下绿果粉丝都在 celebrate， 那不可思议演员恋爱还能割了皮，他们却不 celebrate， 看我放个屁。耳机传来空虚，输入文字却还在犹豫，时间确实不够充裕，压抑让我逐渐扭曲，骗得了谁，骗不了自己，开口说没事找医生管理，来不及了解，我只想回去，现在或许只是枷锁，比利息高昂带着兄弟撑满亚洲。 That's all in me， That's all in me， That's all in me，Yeah, I like Peter Parker， 拿着麦克风就像是有人 hero cover， 说个 CD 说家里一直缺钱，想要去改变，有没得往前跑就拼命的跑， I can't get out， 头也不会跑，直到走进没到，我看到没到，有一个没到，都在这条路上，都是为了名利，但都是都没有到你， I can't put my pity on it，看着工作路上停的一笔谱写人生新的一序，每条都是拼的秘密，现在我要飞，把整个往上飞，直到朝朝不努力拉到鼻涕路上背，所以我拼命的吹呀，也唱两谁跟谁谁就谁分 A， 这样子才可以把我歌词兑现， Yeah Yeah， 正在慢慢靠近我的 Honey Bay。 这首歌就是整首都很听感很好，但是他拿来你要跟下面这几位比赛，你必须要有准备，就是说你会遇到更炸的，他会把你压过去。然后我个人觉得 Auto Tune 的那个 Humanize 好像可以再调大一点。老师，请问一下 Humanize 是什么东西？因为其实观众应该不知道什么是 Humanize。Humanize 就是 Auto Tune 的右边那个旋钮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各位又学到了一课了，我们去看小教室，下次见。哦，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很喜欢你这次在 Auto Tune 的表现。你刚刚你有做到一个鼻音，我觉得那个鼻音很特殊。所以就我觉得你有抓到那个故中的味道，觉得这个很棒，可以大加分。然后 Stay on Me 那个副歌的最后一句。那个往上扬的部分，我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很喜欢的 Linkin Park 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桥段设计的也蛮好。不能喘息，紧握双拳就没能还击，这是一个人的游戏，没有谁能够将我代替，耳机传来空虚，输入文字却还在犹豫，时间确实不够充裕，压抑让我逐渐扭曲，骗得了谁，骗不了自己，开口说没事找医生管理，来不及了解，我只想回去，放不下一切， Oh I can't get this off my mind， 我想了太多思绪变得混乱，This up my mind， 我越是心机深锁，越是切不断，快带我离开，灯光太耀眼，吓得我快要晕眩，想不明白，抓不到焦点，游戏让我变得着急，困在名和利的枷锁让我无法逃离，再往内心去，因为他们只看 Alfie， 有多久没有静下来测试和自己交心，被欲望一口咬定，每当能开着不停的嘴，不停的嘴，漫无目的的嘴，碰不到边，还没找回感觉就往下坠，回过头找当初的快乐，却发现纯粹小脚被变卖了。关子，我今天很喜欢你的造型，我觉得很帅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。刚刚三位评审就是在说，风格上面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很炸的那些东西，因为这次是我给的 reference 都是比较想要看到他们可能内心的一面这样子。想要影响我们的判决吗？就听感是好的，我是先说一下，哦、先提一下，对，因为其实我是想要给你们看另外一面的他们这样子。But I mean, Quanzo, that was really good, 很棒。